简单却五颜六色的圣诞树。这是在一个巴士停的一棵圣诞树，这个是在多莫码头看到的，用闪闪亮亮的花纸卷卷卷起来的圣诞树。竟然还有一个贴在幕墙上的圣诞树。这里有一个闪闪亮亮的人造圣诞树，这里有两棵很特别的圣诞树。闪闪亮亮的圣诞树，这两个特别，很特别，一个是用椰壳，然后涂上青色的油漆，这个是用松果做的，好特别。这一颗是用塑胶杯制成的。这里有一颗是用塑胶杯和塑胶罐制成的，而旁边有一颗呢是用椰树的叶子还是树枝制成的。这一颗好像是用椰叶做的，这一颗是用塑胶绳子制成的，这一颗是用一只一只的藤制成的，这一颗也是用矿泉水的塑胶罐制成的，把它卷卷卷卷卷起来。这棵白圣诞树我们全全是用透明的塑胶袋制成的。这个是用不同颜色的塑胶袋做成的。这里也有一棵石灰剑的圣诞树，这座教堂旁边有一棵红色的圣诞树。这一棵是用不同颜色的布围起来的圣诞树，这是一棵用松果和松果树枝制成的涂上青色的圣诞树，旁边才是真的圣诞树。圣诞树真也好假也罢，都成了八大民族心目中的幸福、好运、平安的一种象征。